大家好，我是舒和。不对，说错了，这是我以前的频道，现在我们把频道叫做白痴姐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痴姐弟，是 Mina。然后今天要来做史莱姆，然后我用胶水，不是，我用白胶代替胶水，我用了两罐，因为怕这罐弄光。然后这是装史莱姆成品的容器。我用小苏打粉代替红砂，应该可以吧。首先这不需要水，不用水，不是必须，这不用水。我们先这个白胶，我们直接开开罐。OK， 我不知道它还有没有用，不知道它能不能用。可以吗？这可以用吗？干掉了。今年三月，三佐因为在美国非法使用弹药遭关押260天，法官终于判他刑满过世，遣返回台。对照台湾法律，他触犯的是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律师也判他被起诉的可能性很高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美国应该是一个认罪的状况，然后呢，美国当地也有把相关的证据也移送到了台湾，所以在物证也有，那他自己也承认犯罪的状况下，在检方那边是一定必须要起诉他的，送到检方那边应该就会实际上去认定。把他限制出境，以及要求他交保，我不小心把我的胶水弄光了。非常的着急。这个影片要看，这里还有点胶水，可是上次做史莱姆做失败，然后我全部倒光了，我不知道里面还会不会有一些残渣之类的。对啊，没有白胶或者是胶，我们胶本来就没有。胶水，我上次是直接开罐，然后直接倒进去。来，就跟我讲。吴宝春是中国人哦。复杂了，这吴宝春呢，他说我的专业就是做面包，面包的事情很单纯，怎么办呢？他要向高雄准市长韩国瑜求救。那韩国瑜也答应了，现在现身力挺，他告诉大家，政治的解读超过了吴宝春的理解，大家请珍惜。这一年的世界金牌得来不易，吴宝春是一个乡下出生的孩子，他不能够有今天，靠的是他的努力。台湾人应该要做他的后盾。那么面对韩国瑜这样有情有义现身力挺，吴宝春今天一再哽咽，他告诉大家吴宝春没有变，他的专业就是做面包。讲话太安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倒了一些剩余的白胶，然后有一些我浪费在边边。对，因为有看到吗？这些都是我浪费到边边的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那个小苏打酱，我上次加太多了，所以就这样。胜在吴宝春手艺，但世界冠军面包才能正式脏脏包。这么少哎？紧张。
一个面包师就是一个，也像艺术家一样。OK， 先加这个搅搅看，如果不能那个是凝固的话，我就放下。我的脚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你们看看，我的脚。可是他，对啊，一个外在的，你为什么去挑挑？可是他，对呀，他就是要去排挤呀。他批评，他批评那个吴宝春，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。你没有想过解包，你是都在想怎么样这个面包能变得好吃，但从来没有想过是够可以赚钱的，加一点点的小苏打。啊，老钟啊，我插小你，我就是要赚钱，我一顿。这个就是我加了多一点。你看他就是十八，你看上海那边就被他的上海店就被人家扯说他是台独，然后就一些网就扫，就是有点去处理不好，就是煽动那些网络人啊。对啊。之前回到中国，大家看到韩国瑜动之以情，告诉大家吴宝春是我们台湾的荣耀，这面金牌得来不易，我们应该要珍惜。而且意识形态呢，不需要一再表述。另外大家也看到了，现在那些吴宝春在高雄。反过来，这个大声的表示反对。韩国瑜呢，在现场非常的镇定，他比较像是吴宝春的保姆，他在市长、保姆、主持人、纠察队这四种角色当中呢，迅速切换，也立刻帮吴宝春化解了。不知道这样够不够啊？吴宝春高雄本店店里几百人买面包，上海新店面会感谢有客人排队等着结账。上海店这个月七号开始拖久了，原本展店喜事一桩，却引发大风波。还是令三天就有大陆网友质疑吴宝春根本是台独面包。十号吴宝春在脸书声明，两岸一家亲，支持九二共识。没想到又被台湾网友一致到看法。原来是2016年，他访台湾的时候，全世界有起来是水水的，很恶心，那个粉状还是一样，有点恶心。哇！那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呢不算成功，我也是第一次做史莱姆。好，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本来就不会剪接，希望大家不会排斥。拜拜，然后请按下红红的那一颗，把它做了去。然后，八师兄弟、八师弟弟说话，你们记得帮我们按蓝色的赞哦，分享哦，拜拜，拜拜。